今天给大家做一道黄瓜烧肉啊。把切成块的猪肉用豆瓣酱腌制起来，把黄瓜切块备用。锅中倒点菜籽油，然后把这个肉倒进去啊，然后把黄瓜倒进去，加水，炖的时候把姜片跟大蒜放进去啊，炖个40分钟啊，然后放点味精，起锅。刚才这个菜不小心倒了啊，哎，这么多肉，容易吗？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你那会儿出家有事回来不到，不要那么好吃。吃热的皮皮，好吃不啊？你肉来吃嘛。不。你一碗饭够不够？啊？够。够吗？再整你几馒头，要不要？要吃饱。吃饱了没有？吃饱。在吃的吗？给客人我来收拾。